最近有媒体曝光了杨幂最新的机场照，照片中杨幂一改往日里大秀美腿的人设，罕见地穿起了长裤，只是巴掌大的腰围仍旧是周围路人关注的焦点。军绿色的阔筒裤搭配了黑色的无袖 T 恤，宽大的遮阳帽几乎遮住了杨幂的整个脸部，黑色的口罩下杨幂的神情带着一丝酷飒风，只是杨幂将黑色 T 恤的下摆挽起系在了腰间，露出白嫩纤细的巴掌腰，瞬间少女感爆棚。在机场里，杨幂高挑纤细的身材太吸睛了，引得一旁的路人频频将视线的焦点对焦在她露出的巴掌腰上。杨幂这次出街装又赢了，虽然这次一改长腿人设，没玩熟悉的夏意失踪，可露出的小蛮腰依旧是大秘密的法宝。一旁的小哥哥眼神直勾勾的被杨幂的纤腰吸引，拔不出来。无论杨幂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完美的身材以及潮范十足的装束，侧面看就更显瘦，纤细的薄背，修长的手臂，养眼又舒服。